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来，两局那一波，一局用这个我的 CJ 八啊，这个黑科技前姐；另外一局用这个少红的 CJ 六伽马前姐。先用 CJ 八，看打出来微妙的一些微小的差距在哪里。右塞。力量有点轻了，走三颗星做四，做三号，注意一下。刚好闪过，而且有一个小小的二分法。低杆注意中带。推两颗星，这球也顿推右塞 ，nice， 这球打得不错，刚刚顿推哦，在黑科技比较容易表现出来，低杆拉。拉歪了，没有戴手套，所以有些出杆要小心一点。好，再来用这个少红的 CJ6， 然后伽马前节。有朋友在问啊，说现在的目前节是不是都会有加这个碳棒哈？会，现在很多的目前节会加碳棒，这样子会比较有利。你说真正的枫目前节，有的哈不够硬啊，传动会关，应该讲说有些中长距离的一些传动，怕这个力量不够。哇，这个球形怎么吃啊？点一下，二分法，做中带，现在就是这个地方怎么弄呢？六号还能做，我刚刚这球轻了，这个八号怎么弄啊？待会八号一个二分法出来，哎呦，这个球看一下，直接敲。不能一颗星，一颗星危险，直接。哎呀，敲的真是好啊！哇，这两局打的真不错。因为你用勾的危险啊。哎，这两局吃的真的不错，我觉得吃的不错，都有发挥到这个伽马前节的特性，还有这个黑科技的特性。黑科技刚刚一个顿推啊，那个不要是四座牌五座六啊，那刚刚这非常柔的一个精准度的一个敲八号啊，还有刚刚中带几个细腻的杆法都有发挥出来。其实球杆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前节啊，那或是说球杆整支的这种传动啊。其实现在做的球杆都很好，那就您自己要去适应。好，两局提供参考，保重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喜欢熊哥的请按赞。